好，来听好，讲好讲，然后讲。好，你告我一下，主持人那个周双一波，又啊，周双一波，又啊，OK。一下回，一下回，感谢。但是你们OK，刚才我们看了第一集，我很喜欢，真的很少会讲说喜欢一个戏的，因为这个戏有剪出来以后呢，他们的古一曲出来的效果，就会让大家真的很喜欢。所以你平时看的戏都讲不喜欢的？我没有讲话，就是 OK 啦。哦，我讲就喜欢啦，没有大部分我都会这样讲喜欢。 真的，因为在我为什么讲的，因为在拍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班演员其实很融洽，很开心。然后在拍的时候，就因为这样子，就红雨会讲的话是一样的，就可能默契，就无意中呢，我们就在拍出来的效果很好。然后结果我们在拍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象效果会这样子。当然看了第一集的时候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OK， 剪接跟加上主题曲，跟大家的表演方式是还蛮像。那戏里面呢，我再介绍一下，我在戏里面演的是大师，是啊，没有用的一个大哥。 OK， 然后卖饼又卖不好，做饼又做不好，每天只会哭。然后戏呢，就拍摄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。然后就叫我的这个二弟来解释一下什么事情。好，我大喜在双喜，还是大喜还是双喜啊？有男生叫双喜。喜弟，待会儿就喜弟一下吧，你。没问题，那大家不要弄得太脏就可以了哈。那我的太太是林湘平，在戏里面的叫什么名啊？诗妮。诗妮，诗妮。哦，原来诗妮。那我在戏里面算是比较，也不算是很精明了，但是也不算是很厉害的一个作品的作品，就大哥父子作品，我是负责卖饼。那我跟大哥的想法也一样，在拍的时候总觉得哎这部戏，应该出来还可以啦。 那一直到剪出来啊，配上了音乐过后，哇，剪制导演们的功力啊，真的是厉害。剪出来呢，发现哇，超乎想象之外，非常好看。哎，哇，对对对，都是你们功劳啊。是是是，再给自己掌声。那还有也是演员们也演得非常的投入啊，非常的好，而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愉快啊。平时拍戏都很快乐，但是这一部戏更快乐。你又特地强调哦。 我刚刚还想问说，哎，你们平时拍戏都很不开心哈、啊，然后这一部特别开心的感觉。对，没有，平时拍戏有时候开心，有时候开心。没有汉伟说他在其中播一宝拍戏很开心，我们是想知道他到底是那一部比较开心，还是这一部比较开心？哦，对，我刚才的确有说我在一宝拍的时候很开心，开心是有，因为开心是因为整个剧组的那个合作的team很开心，再加上那个角色。 很好发挥，我每天都很满足感。你不是每天要哭吗？不是每天要哭，那现在说怡宝那部戏，哎，怡宝现在是我们的专场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想怎么样？以前的戏没有发挥啊，这个不没有发挥啊。同一个老板的不要讲，同一个老板的，对，演员不一样，没错，打尖子说一下讲这部戏，就讲这部戏嘛，来来，说他，不好意思了。 他们，我今天看台下演戏，台上也演戏，真的很累。不过老实讲，汉伟跟那个我的这个，哎，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大喜，一个是双喜，我是他们的爸爸，老喜，因为老实讲，这个戏真的他们两个讲得很对，真的是很开心。然后老实讲，我是想，我是已经是建国一代的老艺人，在戏里面还能够叫一个帅哥，就是陈宏宇，还有一个美女啊、刘子炫，叫爸爸妈妈。 你想想，你看到我是不是很高兴？现在我已经是演人家的爸爸、爷爷了，是就别人了，包养了，都瘦了，瘦了歪歪了，真的，搞定了，这样已经很够了，这样的剧情已经够大家去看。这部戏真的拍得很开心，我几乎每天去拍工作是笑嘻嘻的，尤其是场景，场景我们比较累，因为我们一家人就整天就看着对方，看到都很闲聊。 可是就是反正毕业课都很闲的感觉，反正很期待的每天来场景拍戏，从早到晚都很开心。因为每次跟他们在一起就是逗着笑，最开心的就是他们也帮我，就是让我每天嘻嘻哈哈，没有让我这么去想念我的那个。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对啊，就让我觉得很开心，我没有这么思念着那个在台湾的。然后怎么讲？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很有默契，最喜欢就是我们在现场。 喜欢逗对方，你看得出人家刚才我们这样斗来斗去，最喜欢就比来比去，谁 NG 最多次，或者是做很多东西，所以每次都会考自己大家彼此的那个功力，所以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就因为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戏。
会很成功，是因为大家的默契都很好，所以这种东西不是演出来，而是已经自然而然都有了。我其实跟这一家人的互动比较少，哦，那是不是没有演得很开心？没有那么开心，很不幸，没有那么开心，就很幸运的有几场戏是跟他们在一起，那几场戏我演得非常辛苦，为什么？冷笑忍得很辛苦，因为是像笑场，我几乎都要借位，我不可以看他们的脸在演戏。他们都很严肃的在就给台词，可是越严肃就越好笑。对对对，对啊。像我知道，像跟汉伟演戏，他会自由发挥，然后突然加一些东西，会吗？他会这样对你？会，他每个台都不一样的。对对对 对, 对，他很有创意，非常有创意。是，以后我们都该把这些收集起来让大家看。那剧中的角色跟他们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一家人？我跟这一家人就是开始是对立，我有个外号叫蛇蝎美人。就是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就是有恶毒心肠的一个女人，所以刚开始是有一点中间不定的，就是有看起来好像是坏好人又坏人的感觉，其实是对抱着好心做坏事这样子。然后很多第一次，因为这部戏第一次尝试唱歌，就是在戏里面唱了一首四十年代的老歌，然后第一次在戏里面演就是四十年代的人物，所以很多第一次的尝试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新鲜的，可以就学到不同的东西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下来请逸轩来说一说。其实我也拍得没有很开心。哦，你看我们两组来这边来诉苦，来诉苦。为什么你这样不开心呢？我跟他们交流很多。我拍戏的时候开心，但是我入戏的时候我不开心，因为我是剧中唯一的最反派的那一个。你是坏人，是大坏人，然后常常会必须在我觉得天使跟恶魔中间纠结，觉得啦，但是他们又真的很好笑，可是我又不可以融入他们，是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跟紫萱合作，两次都抢男人，我觉得孽缘哎，因为我两次都跟他抢男人哎，都是抢输吗？都抢输。哦，下次再努力。真的，我觉得下一次不要再抢男人了，好吗？下一次就抢别人。其实私底下我们两个感情蛮好的，可是一开始演戏呢就要对立。然后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们拍那个我放火要烧洗衣机的那场戏，Action 之前的两个都很 OK， 可是 Action 之后哇，两个像疯婆子，真的因为那火势太大了。是，而且我们其实都蛮怕火的。然后那场戏呢，其实这部戏我因为在后半段呢是我残废了，所以我必须要拿着那个拐杖，然后之后跟他有一些起争执。应该是没打他，我有害他不小心受伤。不算是害了，就是我不太不幸，然后就之后受伤知道，然后呀留疤了吧，应该。哎呦，这是美丽的伤痕。可是那个还好，有一场是我们要点火了，那场戏是 NG 超多次，我们都怕火，我们都不敢点。是。可是戏里面是我要狠狠的点，然后他是那个阻止的。然后结果就变成我把他水推下去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们 NG 太多次，然后导演说没有办法，他已经不耐烦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说我们剪手了。剪手是他把我的手推下去点火，因为我真的很怕，因为我不敢，因为其实以前小的时候我有被我烫伤的两个经验，所以比较怕。就其中那几场戏，就我救了你啊，这样子才能够顺利的完成。谢谢你。我跟他有点不一样。我没有很开心，也没有很不开心，但是那件事就是我很有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我毕竟我跟你比较像，我们一开始做的都是电台做的主持人，所以我们是很习惯没有情绪的。可是我来到这边开始演戏了以后，好像你知道那种刚上高中的时候，你不要先过头三个月吗？是。头三个月呢，大家对你还叫过有加，三个月之后自己想办法适应高中生活，我就完了，我真的开始过 JC life。有太多的那种可能逻辑上啊，还有一些思考上或者是记忆方面的处理，我就很依赖大家帮忙。好像汉伟大哥、Jesseca 都帮我很多，尤其我的戏里面最多都是跟 Jesseca 还有汉伟大哥的嘛。以我的身高要跟这两个人对戏，大家有想过这两位有多为难吗？永远都得低着头看我。
或者是我只记得我穿着很高的鞋子，然后脚很痛，可是我还是要往上面看。在戏里头，我是汉伟大哥的女朋友，然后是 Jesseca 的好朋友，所以整个过程我觉得蛮棒的是，当然跟着两位在一起肯定是有压力，可是我自己也学很多。我觉得当演员真的很不容易，我觉得在这里要再次声明，我对大家实在是非常的佩服。这跟我们在主持工作的整个思考方式是很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对。真的吗？我们先保佑，首先保佑我们掌声，有请主持人。先保佑出来了，小勇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是你老爸。还有我的孙子，大喜双喜，你们两个不要偷懒了，一定好好看着喜剧，知道吗？还有我的孙媳妇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帮连家开枝散叶。我回到40年代了，非常的想念你们，但是我最想念的还是我的爱人美人，我真的很想念你。好了，别玩了。所以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，那可以在戏里面可以呈现给大家，是一个很过瘾的一个角色。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欣赏这部戏。我觉得观众最主要是带着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心情，开心的一个画面来迎接我们这个《主线宝贝》的这部电视剧。那希望你们可以看得开开心心。那再说回跟我们的剧组的所有的演员们合作，我感觉非常非常开心，可以跟陈浩伟啊、陈淑成啊、刘子炫啊。还有林湘平啊，还有Sora Ma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演员，那这次是我们的演员，那也合作的很开心，我希望下次还可以再跟你们合作。从7月23号开始，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